雄即战力，王浩宇。高雄市很进步，我们现在支持陈其迈。今年是17号，张天伦187号。你坐中间的、啊。那其实50万的登记费真的是蛮贵的，但是就是还是有努力在筹措。那希望就是用比较节省的方式来竞选，因为其实民进党现在的初选方式，大家的花费真的是有点高了。50万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年以上的薪水，那如果这么高的登记费，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当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，那很容易就产生说只有少数人能够参选的一个机会。那这个其实是民进党遇到的很大的问题。